学生以为满朝文武，若论忠勇，无人可以挖空。你与那花衣正的孙女定过亲是吧？上回去凤翔宫，走的似乎不是这条路。你祖父、你父亲都一样，太自以为是，敢在朕面前胡言乱语，我就灭了他满门。进宫了。同太后娘娘那次一样。 来了个内侍，传了个口谕，让姑娘带着点心进宫去了。你说此刻去找他，你且想想，你黄伯父会如何对他？不管是他们还是你，在朕眼里都无关紧要。陛下的一句无关紧要落在别人头上，那就是面顶之灾。无论是花家、王家、李家，对于陛下来说都是一样的无关紧要。 哦，查完了，沈府上下所有人都在，就是魏建阳童子使唤。我知道他在哪儿。喂，你们疯了吗？你们想去下成交吗？应兄，已经到这儿了，放了车。你是七秀司使？你可知道，以沈家之罪，本不至于抄家。 燕西对朕的这份忠心，不可以有任何干扰。一切干扰这份忠心的，在朕这里，都如草芥。七秀司就是一把肮脏的刀，可我就是没法背叛他。所以你要继续走他的道。华晨，所以我不能再成为他逼迫你、利用你的借口。沈家只是个开始。